今天这个菜我们肯定喜欢。肯定嘛，我还给阿哥买他喜欢的好东西。阿哥，你爱吃硬菜啊？晓得我牙齿不好吗？净吃些硬菜。这个硬菜跟你牙齿没关系哦，今天是菜哈，今天给你做神仙牙膏。耶，那我们这儿好生喝一下，吃了才神仙喽。哦，准备只兔牙儿，两到三斤最合适啊，洗一盘菜。这是一个四川宜宾的老菜哈，神仙宴，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做这个菜啊，必须有面子。断筋，塞进肚子里。阿哥，点火。要再开卷。冷水下入鸭子，花椒、葱姜、料酒，烧开后煮十分钟，焯个水。煮熟的猪蹄头，切成片。冬笋切片，火腿切片，焯水以后捞出来，趁热抹上糖色，等会儿一炸就上色了。锅烧宽油，七成油温，鸭子加油，油速上色，慢慢这个颜色变深了。煮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七哥，准备一块纱布，铺上火腿、冬笋、蛇头，这样一层一层的铺。放上鸭子，剩下的边角料塞进肚子里。再来点大葱生姜，慢慢的啊，再包起来。炸鸡，葱姜、盐巴、胡椒粉，煮鸭子的原汤，放入鸭子。炒好的糖色，凉水下锅，水开即是，大火蒸三个小时。再切点胡萝卜、莴笋片，时间到，哇、哦，太香了！七哥，蒸完原汤回锅，下入双片烫一下，轻轻揭开，哇塞，好香！扣上盘子，再翻过来，哇、哦，开。猪肉断身拿出来，铺在鸭子上，汤汁勾个白芡，最后来点明油，七哥，淋上汤汁，最后葱花收尾。就这个神仙宴儿，我厚几脸皮问你们一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哦，还准备了个烧白头丸，来，我七哥，要得很个，来阿公，先给你整个腿腿儿。你看一拉就烂了，哎呀！那阿公，来，哪个人吃过腿腿？哇塞！哎呀，巴适的板了，你看。透骨了都。啊，剩下的全弄我的。来，生菜，阿公。全部透骨的，阿公爷，不摆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样子。好香啊！哎呀，绝了！哎，不枉我做三个小时，真的三个小时，阿公爷。没有啊，哎呀，这鸭子特别的鲜。嗯，如果你觉得不用分鸭子，这种肯定不亏鸭子。来，阿光吃块烧白。对。哎呀，真的太难了吧？嗯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神仙都不换。哦，哎，皮都烂了。哪一个还说？嗯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小白哥想付了这些广美，我打呗。我打哥，我们连线，拜了个拜。